来看今天粉丝举报。体验一下飞升的感觉。Show time。退件，把握有几成？九成。众所周知，王者是个 3D 游戏，大家没有意见吧？汤大人也是试了两个诸葛的和船长的大招，确实会受高度影响， 3D 游戏无疑了。不过后两个如果是队友就可以演出来，我就没有实验，感兴趣的可以试一下。下一个，他们不是什么天才，没有禀赋，也许他们早已急流勇退，波澜不兴。2022年的虎年限定也是集结完毕，虎神纪系列皮肤：裴擒虎、鲁班、廉颇、孙膑、杨玉环，五位英雄，兄弟们最喜欢哪一个？下一个。鲁班你好勇啊，我关羽征战沙场多年，就觉得前方有杀气，想着拉扯一下，你还不信？行吧，这波啊我是 CU 拉拉，拜拜了您呢。